何事？王爷，今日死了一个吸烟美人，右手手腕有伤，是被尚嬷嬷误杀的。尚嬷嬷是不是和我们在找同一个人？是。他背后的人是谁？是不是和屠神真凶有关？只有找到张印的下落，一切才能真相大白。他们知道杀错了人，就会继续找人。他们找不到人，就会滥杀无辜。那就让他们杀我。我去做这个替身，让他们以为我就是文化阁跑掉的那个女人。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阿呆死在我的面前。你去过文化阁，的确是最好的诱饵。阿黛是误食了金猴菇中毒身亡，红炉寺内并没有刺客。你记着，往后黑的东西都不要吃，吃了黑的东西也会变黑的。阿黛绝对不会是误食。吩咐下去，将红炉寺内所有的金猴菇全部铲除干净。阿黛，厚葬。是。害你的人，我一定会找到。我明天再做一次，我做的，照你说的，加了山甘草。你是不是想加了？加的味道，尝一尝。